这个是假面菩萨。事实上呢，这个是对佛法了解很浅的人。我们说过，时间空间呢都是假名安立的，所以说可以呢处一劫为一念，言一念呢成一劫。我们开悟以后呢能够处理五种误区啊。第一个呢是时间的误区，我们明白呢成就就在当下，当下的每一个念头转得过来，这个念头当下就是觉悟的。而这个念头呢它是一念三千的啊，一念具足百界千如，一念具足呢我们啊返本溯源的话，可以呢一直显发我们当下，显发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所以啊不要呢生退转心。第二呢是虽修行道心不真实，无有惭愧，不生怜悯。第三是乐奉外道，杀羊四天。这是印度的那种外道的做法啊，杀羊啊去祭祀天神。有些人虽然去皈，虽然是已经皈依三宝了，但是呢还是见到什么就去拜，见到道教的庙也去拜，见到民间的那个神庙也是拜，但是呢他又说他已经在哪里哪里有曾经参加过受戒，受了菩萨戒了，这样子呢是假名菩萨。乃至于呢见到一棵树，见到一块石头都去拜，这样子呢是没有真正的了解佛法。第四是虽有威信心不坚固，心容易动转，慧力不够啊。第五呢是为五欲乐，造种种恶，以色命财生大骄慢，以仗自己呢身体很健壮，容颜很美好，生傲慢心，或者呢寿命长远啊，或者很年轻，或者呢财富福报比较好，生骄慢。说啊，这个是呢假名菩萨。第六是所作颠倒，不能利益。对于急迫的啊，超出生死轮回呢不知道努力，对于世间的那个啊享乐呢不及之物呢会拼命去做，这个是所作颠倒啊。啊，对于正在修行迈向菩提道的人，对他呢生怜悯心，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可怜啊，这么苦啊。对于那些在五欲之中造种种恶业的人呢，反而呢心生羡慕，这个是颠倒啊。第七是为生死乐而行布施，为生天乐，受持境界，虽修禅定为命增长啊。虽然是修禅定呢打坐呢，它只是为了延长寿命啊，不是为了呢开发本具的智慧，这样子呢是假名菩萨。好了，那么呢我们看了这个十种相状七种表现以后呢，我们跟自己呢做一个对比，反省一下，省察一下自己呢是不是还有假名菩萨的相状和表现呢，如果有的话呢就应该升起惭愧心来，然后呢切实地去修持啊，可以呢转为实义菩萨，真实地菩萨。那么十亿菩萨呢它有三十五种相状，我们看底下的经文呢就接着就讲解了三十五，从三十五个方面呢来解释什么是十亿菩萨。十亿菩萨者，第一是能听声意，听闻道生法，心不惊动，所以终日度众生啊，听闻道呢十无众生可度，心不惊动啊，时时
上求佛道而听闻道呢，实无佛道可成，本质具足而心不惊动。第二是乐敬赞友，乐供养师长父母啊，赞友能够呢随时闻法啊，功德真如上显悦。第三是乐听如来十二部经受持读诵书写诗意。辩中辩论呢，上面说到呢，对于经典有十种行法，第一是书写，第二是供养，第三是思他，第四呢是谛听，第五是批读，第六是受持，第七是开眼，第八是奉诵，第九是思维，第十是休息。这个呢十种行法，这一面呢就列举了受持读诵书写诗意。第四种十亿菩萨的相状呢，是违法因缘不惜生命妻子财物，为正法而活，这个是呢他的主要誓愿。第五是其心坚固怜悯一切，他信仰三宝的心呢十分坚固，他自求解脱的心呢十分坚固，并且呢他又能为救拔苦难众生而怜悯一切。那个第五呢是口言柔软先语实语啊，第六呢是无有恶语及两舌语，第七呢是于自身所不生轻想，知道呢彼即丈夫我亦儿啊，能够知道呢释迦佛和无量诸佛他们以前跟我一样，所以我现在呢效法他们，我也能够成佛。第八是书手会思，前面是与自身所不成亲想呢，是能够荷担如来家业呀，能够树立呢必成无上菩提的信心啊，然后呢书手会思无有禁锢。第九是常乐修磨啊，立智慧刀，这是个比方啊，经常的呢闻思修增长智慧，以智慧刀呢断烦恼的绳索，斩断生死轮回的绳索。第十是虽习外典为破邪见，出圣邪见，虽然会看一些外道的典籍，但是呢他不是为了，不是皈依他们，不是向他们去归命，而是呢为了破他们的外道的邪见，接引那些外道的原来信了外道的信众，然后呢超脱于超胜于外道的这种见地，让众生呢生欢喜心，乐于接受佛法。第十一是善知方便调伏众生，知道种种方便让接引众生。好像释迦牟尼佛在住世在成佛成佛以后的第二年呢就曾经为了教化当时的一位国王的缘故他就以神通力呢显现了一个大的一个坛城，很多的塔呀现在这个塔呢还留存在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叫做婆罗浮屠。婆罗浮屠很多的塔，我们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去朝拜。那个是为了什么？释迦牟尼佛呢当时教化一位国王但是那个国王呢他看到那个他的国土那个西北边呢有一群黄色的大雁在空中飞，他就觉得很奇怪，说哎呀怎么会金黄色的大雁在飞呢，他觉得很奇怪，天天如此，每天中午都如此。他就问那个有智慧的大臣，那个大臣就告诉他，国王那个不是金黄色的大雁，而是佛陀和他们的弟子，他们在应供以后呢以神通力回到雪山之中去修行因为印度在印度尼西亚的那个西北那么然后呢这个国王马上升起信心来，他就
请问这个大臣说，那我怎么样子可以见到这些圣者呢？啊，大臣就说，您只要摆一个香案，在这里自诚祈请佛陀和他的圣众弟子呢，明天能够到我皇宫之中来应供就可以了。那国王马上呢依教奉行。果然第二天中午呢，国王和国王呢，他就请到了释迦牟尼佛和阿罗汉常随众的弟子到皇宫之中来应供。那么国王就请佛说法，佛呢就说，我是舍弃了太子之位来出家修道修苦恨，所以呢能够成佛果。那国王马上就说，那我做不到。那然后呢，那如果除掉了您这个方法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呢？那释迦牟尼佛说，也有。然后呢就以神通力显现一个十轮金刚的一个坛城，然后呢为他传授那个十轮金刚的法，说既能够做国王，又能够呢得成就。这样子呢，这个坛城现在呢还留存在那个印尼就是那个应该很著名吧，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个婆罗浮屠。那么呢这样子的话呢，是善之方便度众生啊，巧把尘劳为佛事啊，是呢十亿菩萨的我们说善之方便调伏众生呢这个第十一种相状。第十二种呢，于大众所不生恐怖，常教众生菩提义德，能令闻者不生不兴，没有大众的怖畏，能够呢教化众生，告诉他们呢菩提义德，那来自于呢后念悟即是佛。第十三，勤修精进，轻见烦恼。轻见烦恼就是不害怕烦恼烦恼是纸老虎呢哈，你不怕它就容易呢转化它令彼烦恼不得自在。但是你要很害怕烦恼的话呢，他就会伤害你并且呢其他的冤敌呢，烦恼啊是比这个仇敌，比一般的世间的仇敌还要厉害世间的仇敌呢，他杀死我们只是我们这一期的寿命尽掉了，烦恼是生生世世呢杀死我们，让我们堕落到三恶道之中去世间的仇敌你对他好一点他可能会软化他，但是烦恼呢你对他软弱一点呢他就更加变本加厉了其他的那个仇敌呢他对我们的伤害是有限的，烦恼对我们的伤害呢是无穷的天长地久有时尽，烦恼绵绵无绝期那如果我们不升起不显发本有的智慧，不提起正知正念来转化烦恼的话呢，那我们要成就就很困难。所以呢要轻见烦恼，要以大雄力来转化转变烦恼，勤修精进。第十四种呢是心不放逸，常修忍辱，常乐柔和忍辱法，安住慈悲喜舍中。第十五种是为涅槃果，持戒精进，是为了圆成佛道持戒精进，不是为了求人天善报。第十六是愿为众生驱走即时，令彼安稳，光于受乐欲为诸佛龙象，先作众生马牛来接人缘，接善缘，接法缘，接佛缘帮助众生呢得解脱，以同事色让众生接受自己，先则使我同于他，后则使他同于我，这是教化众生的方便了。先则使我同于他，我先呢跟他谈论的话题是他喜欢谈的，他先接受我，对我有信心，慢慢的呢再为他说佛法，说解脱法。第十七种是为他受苦，心不生悔。
第十八种是见退菩提心生怜悯，第十九种是能救一切种种苦恼，第二十是能观生死所有过罪，第二十一是能具无上六波罗蜜，第二十二是所作事事胜诸众生。而且呢，发了菩提心的人呢，他做任何事业都比普通人都要呢有成就。你不要以为说发了菩提心的人，这些菩萨都一定是说出家，然后呢就诵经打坐，那不是了。各行各业里面都有大菩萨化现，事业做得很广大，很有成就，而同时呢，内心又很清净，这样子呢是十亿菩萨呀，内心很清净，菩提心呢密修啊，密一点修持，帮助众生。二十三呢是信心坚固，修集慈悲，亦不希求慈悲果报。二十四于愿亲中，其心无二，施食平等，舍身一儿。二十五知无常相，不惜生命。二十六以四摄法摄取众生。二十七知四谛故，随众生语，随顺众生的语言啊，随顺众生的这些文辞。对于四谛呢，四俗谛呢都很通达。二十八为诸众生受苦之时，其心不动如须弥山，这个顺字是印错了。二十九虽见众生多作诸恶，有少善者心中不忘，众生乃至于有微小的善根呢，都能够去成就他们，显发他们。三十四于三宝所不生疑心，乐为供养。三十一若少财时，先济贫穷，后施福田，先为贫苦，后为富者。三十二乐赞人善，为开涅槃，为他们呢开示涅槃正道，得解脱的方法。那么这个是三十二。三十三呢，所有记忆欲令人学，见学甚急，生欢喜心。菩萨掌握五明之学都很欢喜呢，无条件地传授给众生，见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不单单是不嫉妒，还很欢喜。三十四是不念自利，常念利他。三十五是身口意业所作诸善，终不自为，恒为他人，是名十亿菩萨。我们能够具足这个三十五种相状呢，可以说是十亿菩萨是真正的行菩萨道的大菩萨。为什么？那么本品的第三个要点是为什么要辨别这个两种菩萨呢？它的意义就在于，第一个是对于前面的一大颗彻发菩提心愿呢在学修以后做一个总的回顾。第二呢是展望下一大颗的积极福智，后面底下来讲如何修福德修智慧。那么现在呢，在学修之前呢做一个准备启发我们呢要做十亿菩萨。第三种意义呢，就是能够提高自身修学的免疫力我们知道哪一些是假名菩萨，那些呢我们生惭愧心，如果有的话生惭愧心，然后呢马上转变过来，马上呢吸收佛陀开导的这种智慧，然后呢将我们自己提升为十亿菩萨。对他人呢也有一个识别力，这个都有帮助了。其他人那么是不是十亿菩萨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个识别力所以呢第四重要点就是世尊呢告诫我们，我们在菩提道上呢不要做名不副实的这个假名菩萨要做呢名副其实的十亿菩萨，并且呢出家菩萨为十亿菩萨是不为难，在家菩萨是乃为难，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恶因缘所缠绕故特别赞叹呢在家能够发菩提心，能够做十亿菩萨。亦菩萨心坚固品第九，本品的要点呢是两个方面。第一个要点呢是本品主要是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从世尊介绍他自身的经历
来验证什么是十亿菩萨的不可思议。第二个是从修行六波罗蜜来说明十亿菩萨的不可思议。第三呢，是要自知到底是假名菩萨还是十亿菩萨呢，应该常以观心来省察对照，来验证，来升华自己。我们看经文哈，善僧言：世尊，那么本经的行法者呢，善僧长者指呢，就进一步听闻到了假名菩萨和十亿菩萨啊，以后呢就请问世尊了。世尊呢，亦菩萨者云何自知是亦菩萨？那么十亿菩萨他怎么样知道他自己是十亿菩萨呢？佛陀开示呢，就首先是以自己为例，以佛陀以释迦牟尼佛自身呢做榜样来列举啊，例举呢他本身的菩萨行。我们看37页第二段：善男子，我于往昔为正法故，晚生为灯3600，我于尔时具足烦恼，生时觉痛，为诸众生得度脱故，欲心令见，不生退转。这个呢是如来的本身故事啊，在《咸鱼因缘经》和《报恩经》里面呢都有记载啊。他跟自己的身呢挖开插那个灯芯下去，然后呢以生油来点灯啊，为灯3600呀啊，当然这个也可以说是表法啊。这样子呢是十亿菩萨行菩萨道啊。我们看37页最后一段：善男子，一切恶有，恶有就是恶趣了啊，诸烦恼业即是菩萨道庄严罢。所以我们真正的听完了这个优婆塞戒经了，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随时随地都很开心，都很欢喜，任何烦恼恶业任何痛苦不能干扰我们，不能障碍我们，我们随时随地呢都能够快乐无忧，都能够呢过一种解脱的啊，潇洒自在的生活，圣者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我们真实的发起菩提心来了啊。或者说打个比方说什么，说烦恼犹如毒药，普通的鸟吃下去就会死掉，毒死掉。那孔雀呢，它把这个毒药吃下去以后呢，它不单不会毒死，而且身体更健壮，羽毛更艳丽啊。同样的呢，烦恼呢，凡夫众生遇到烦恼呢，他就会起惑造业啊，造恶业呢就流转生死，就堕落到三恶道中间去了。所以呢，得人身者如早上尘，失人身者如大地土。那菩萨呢，烦恼不能伤害他，而且呢还能够成为他的修行道路上的庄严伴嘛，即是菩萨道庄严伴嘛。就是菩萨呢，他在修行菩提道上的庄严福慧的助伴助缘。所以啊，发菩提心呐、非常了不起，受持菩萨戒呀、功德也是不可思议。这个是成佛之戒呀、何以故？一切凡夫无有智慧正念之心，故以烦恼而为怨敌。为什么凡夫会被烦恼所伤害呢？烦恼一来，痛苦一来，他就忘失正念了呢？因为他智慧不够啊，所以呢他很怕烦恼。菩萨智慧正念具足，故以烦恼而为道棒，是道上的庄严棒。恶有及业亦复如是。这个怎么理解哈？这个呢我们可以要，如果我们有那个
七义发菩提心论的传承，而且如法修的话呀，一定呢可以对这句经文呢很有感触，很有体会。当年阿底峡尊者漂洋过海13年呢，去亲近荆州大师。荆州大师呢就教他的内容就是七义发菩提心论。他修学以后呢就得到大成就啊。所以这个是比摩尼宝还要珍贵的法。总共呢是59句，59个窍诀。59个窍诀呢，我们一个一个窍诀来修的话就非常好。我知道有一些上师他是这样子，把这个59个窍诀呢做59张卡片，然后呢好像洗牌一样，每天早上就抽一张出来看看，温习一下，然后每一天呢，一天之中起心动念呢就会对照，看这一条我做到没有，反复的温习呀，2-3年功夫呢，整个的心智模式就改变过来了，就是菩萨的心行了。所以不要表面的受菩萨戒，而是要真正的呢转变自己的心，降服自己的心，降服自心，我顶礼。外在的英雄呢只能够征服外在的世界，大修行人呢他是降服自心，这样子呢希望我们能够很快有因缘能够比较详细的讲这个59句哈。这里面可以讲一点点，可以跟这个相应的一点点，就是其中有一句是醉蟒情气时恶缘变绝道，有些是为缘转道用，醉蟒情气时恶缘变绝道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众生的恶业的果报充满了气世间和有情世间，就是醉蟒情气时。怎么理解恶业的果报充满了气世间是什么？这个世间有非典，有干旱，有地震，有海啸，这个是什么感得的呀？医报随着正报转了，众生的贪嗔痴业比较重了，杀生的业造的比较重了，非典就有了。瘟疫之所以有，是因为世间造恶业的人多了。所以呢，天上的天人跟阿修罗打仗的时候呢，天人的力量就少了，因为世间的善人少了，阿修罗的力量就强了，所以就把天人打败了，阿修罗就向人间喷出毒气来，人间就容易有瘟疫啊。还有呢，日月失度，还有呢，种种的这些自然灾害吧啊。这是醉蟒气世间，醉蟒情世间是什么？有情世间呢？有情很暴恶，很浮躁，不信因果，广造恶业。有些人说啊，现在的人呢比以前更复杂了。其实我看呢，现在的人呢比以前更简单了。为什么？现在的人是更加应了那句成语碌碌无为呀，每个人都很忙，忙忙碌碌，一天一早上睁开眼睛就开始要做事，一直到晚上睡觉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很疲劳很疲惫。然后在做什么呢？不像以前了，现在人更追求的更简单了，就是比较基础的需要吧，财色名食睡，基本上都在名与利之中更加的炽烈，更加的激烈，所以呢其实是更简单的啊，没有更很少有人有更向上的这种追求啊。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智慧呢不是比以前的人高远了，而是呢更加的浮躁了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说就会产生一些人间的灾难，就是友情所造的灾难，比方说局部战争比方说巴以冲突，来自于种种的
因为民族或者因为宗教而产生的纷争。那么呢，修学佛法的人，发了菩提心的人呢，能够转此恶缘变为菩提道，变为觉道。如何去转呢？可以分为意乐和加行两种。意乐的转法是众过归于一啊，众过皆归一，一切痛苦的根源不要在外面去找，在哪里？在我执。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有我执啊，所以呢这一些痛苦才能伤害我们啊。我们无始以来呢，在无我之中执着于有一个我，为了贪爱这个我，所以呢就造了种种的害他的恶业，所以在生死轮回之中感受种种的苦报。所以呢可以知道，一切的重苦呢都是我执所生的。所以呢我们敌人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执啊，要能够呢摧毁我执。展开来说呢，就是贪嗔痴三毒烦恼。所以说贪嗔痴三毒是我不共的仇敌。我们一切众生呢，他是我们的恩人啊，是我们过去的父母，是未来的诸佛啊，是我们修习菩萨道的对境，所以不应该作为仇敌。而仇敌呢，是我们自己的贪嗔痴烦恼。这样子呢，是众过皆归一。所以我们能够明白以后呢，就可以摧毁我执。如何去摧毁我执呢？打个比方，我感冒了，很辛苦，那怎么办？为什么我会觉得辛苦啊？因为我有我执啊。那我怎么去摧毁它呢？我就反过来想，我想呢，我感冒了很辛苦，一切众生感冒了都很辛苦，我把一切众生的他们感冒他们生病的这种恶业我都吸过来，带众生受苦。那如果你心智很坚定是可以哦。我看到一个报道是说，新加坡有一个人得到那种艾滋病，一个男青年，然后呢医院里面说他最多还有四个月的命，之后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就有一个善缘跑去那个格鲁巴，新加坡的格鲁巴学会那边，就告诉他你修菩提心就好了，你把一切众生一切那些得了艾滋病的那些人的痛苦你都吸过来，专心的修。他就真的很用功啊，每天修四次，修四座，每一座呢修两个小时，坐上修，很真实的观想自己的痛，因为他自己有痛苦嘛，所以对其他众生的痛苦能够感同身受，很真实地呢就去观修自己的痛苦和一切得到这种病的人的痛苦，把他们吸过来带他们受苦。每一次修到身上的衣服全部湿透，地上都是一汪水，这样子四个月以后去检查的时候说身体完全好了。这个是菩提心的力量啊，这个是自他交换的力量啊。所以呢其实呢，我们如果作为子女要孝顺父母啊，父母亲有病啊，身体很不好啊，比方或者是什么癌症啊，那这样子的话应该怎么办？如果医药没有效果的时候，我们要真实地发起菩提心来，不单单是为父母亲受苦，而且为无量生的一切父母啊，带他们受苦，苦愿自受，乐愿他取啊，这样子真实地去修的话呢，能够真实地帮助到。但是一定要有信心有智慧啊。那么呢，这个是我们说众过皆归一，如何去摧毁我们这个我爱执呢？如何去摧毁我们生死轮回的根本呢？如果善于用这个方法的话，其实在一切之中都能够转变过来。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烦恼马上就把它摧毁了，对不对？我刚刚觉得很辛苦，我这么一想，我马上我就可能不太辛苦了，就算辛苦，我的心也不会受到这种伤害了啊。所以呢要能够转念是很重要的啊，修一切大恩，这个是又是一句口诀啊，就一些众生都是我的大恩人
啊，是我无始以来的父母啊。过去呢，做我的父母的时候啊，又好像我今生今世的父母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爱护我、照料我，对我恩德甚深极重。并且呢，现在呢，他对我的恩德也很大啊。我现在也是因为关键众生苦而发起菩提心，为利众生而开始修行。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一切人事的纠纷、怨恨、分歧，也可以转变过来修一切大恩啊。那么物质环境不会让我们痛苦，人事环境呢，也我们也能够得自在啊，并且呢，以病苦为良师啊，乱境观四身，空护最为上。这个又是一句口诀啊，乱境观四身呢、啊，在那种错乱境之中，要呢观法身、报身、化身、自性身，空护，以空性智慧来保护自己，这个是最为上的护持自己的法身慧命的方法。我们要知道呢，乱境呢是迷乱境呢，我们看这个外境，我们认为是真实境，其实在圣的眼中看，这是迷乱境呢。我们执着于它实有，所以说它是迷乱境。为什么？因为它本来不是实有啊。所以呢，乱境光是身呐、啊，内心生烦恼，外境感受出痛苦，这些呢，其实都是自己内心错乱所显现出来的，并无少许的真实，就是一点真实都没有，都是虚幻的。不管内心的烦恼也好，外境的痛苦也好，都是虚幻的。为什么？因为它不能够伤害到我不生不灭的真心本体啊。打个比方，就好像在做梦，梦中就哎呀，我们住的房子起火了，哎呀，我们很恐惧；或者梦中就我掉到水里面去了，哎呀，好像要沉没了，很恐惧。然后怎么样？你的很恐惧，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但是实际上，你那种火烧水漂是真实的吗？是虚幻的梦境啊。所以呢，要观外境如梦啊。所以我们这个修心七一论呢、啊，第一句开宗明义就说，观外境啊如梦啊，观诸法如梦啊，啊，在梦中梦境之中见到火烧水漂而生种种的苦恼，都是因为我们在诸法之中呢，本来是不真实的，这种虚幻啊不实法之中呢，我们妄见真实，我们执着于它是真实，这样子呢而产生的过患。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能够从圣义地上来观，知道呢在圣义法之中，这一切法呢都是无所有的。一切法无所有，这个是无生法生呢、啊、因为是无所生呢、啊、所以也就无所灭呀、啊、这个是无灭报生呢、啊、由于是无生无灭呢，所以中间呢也是同样的无所住啊，这个呢就是无住的化生呢、啊、所以无生法生、无灭报生啊、无住化生都成就了。在这个一念之中呢啊，在这个义法之中呢，都成就了，都显发了啊。而这些呢，法身、报身、化身呢，都是不可分离的啊。这个就是自性身呢。所以呢，我们能够把妄境观成四身，明白一切法呢，都是四身的显现。这个呢，就是将一切法都转变为四身的菩提心教授啊。乱境观四身，空护最为上。好了，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说菩萨呢如何去发菩提心，如何去呢成就智慧，如何呢将烦恼转变为道庄严棒那么呢，这个是本品的呢第一个
要点，我们把这个讲完哈。看那个38页啊，那么都列举了很多例子了啊。第二段，善男子，我于往昔受熊身时，虽具烦恼，烦恼于我无自在力。何以故？具正念故。我于尔时怜悯众生，拥护正法，修行法恒，受瞿陀身、牛身啊，结冰绮罗身，这是鸟身、兔身、蛇身、龙身、象身、金翅鸟身、鸽身、鹿身、猕猴、谷羊。黑的那个公羊，这古羊哈，鸡、雉、孔雀、鹦鹉、虾、魔，我受如是鸟兽身时，虽具烦恼，烦恼于我无自在理，何以故？具正念故。怜悯众生，拥护正法，修行法恒。那菩萨以愿力故呢，他会投身到六道的任何一道中去度化他们，以同四色去教化众生。善男子，于饥谨是我立大愿，以愿力故受大鱼身，围诸众生离于饥渴，使我身者修道念道无恶罪过。这个本身故事我们讲过了哈。其实华严经呢，文殊师利菩萨教导智首菩萨说呢，关键呢是要善用其心，做任何事都可以转变为行菩萨道。我们很多的在家的女居士哈，我们每天要做菜，做菜的时候就这样子想，开始炒菜的时候就想着，在那个清洗菜的时候想着我清净一切众生的恶业，在切菜的时候想着我帮助一切众生斩断烦恼，而炒菜的时候想着一切众生吃下去我这个菜和闻到我这个炒菜的香气呢，都能够增长智慧与慈悲。你看你这个炒菜呢都在行菩萨道了啊，任何一件事都可以了，只要善用其心就好了啊。即意事时复离大愿，以愿力故身为药树，诸有病者见闻触我，即时皮肤血肉骨髓病息除愈。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受如是苦，心不退转，是名意菩萨。这样子呢就真正的名字为呢十亿菩萨。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说他因地修本身故事的时候啊，来举例说明告诉我们什么是十亿菩萨。底下呢就讲了我们修六度波罗蜜呢列举了15条啊，列举了15条呢菩萨恒呢，这样子呢都是呢属于十亿菩萨。第一条38页最后一段，菩萨修行六波罗蜜时，终不希求六波罗蜜果，但以利益众生为事。第二条，菩萨深知生死过患，所以乐处为利众生受安乐故。他知道生死过患，但是呢以大悲故补助涅槃，以大智故呢不住生死啊，我们凡夫是业力受生，菩萨是愿力受生。第三是菩萨了知解脱安乐，生死过犯而能处之，是名菩萨不可思议。第四是菩萨所行不求恩报，受恩之处常施反报，少恩加急施欲大报啊。第五是善男子，一切众生常求自利菩萨所行，恒求利他，是名菩萨不可思议。第六是菩萨摩诃萨具足烦恼，但是呢不被烦恼所转，于愿亲所平等利益，是名菩萨不可思议。菩萨呢他会留惑润身，但是呢不被烦恼所转。第七是能够呢外道化众生呢，他会用恶语用鞭打，但是呢菩萨呢唯有软语真实之语，众生闻已如青莲玉月，次莲玉日，青莲玉月呀，那个睡莲月亮晚上呢月亮出来照着它就呢盛开了，次莲呢红莲花呢太阳照射它就开放了。同样的呢一切众生呢听闻到菩萨教化的
这个软语真实语呢，就菩提心花就是开放了，盛开了，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如花开放，能够生如夏啊夏花之灿烂，是如秋月之交接啊。第八是菩萨施食，财物虽少，见多气求，不生厌心。第九是菩萨教化盲聋喑哑，愚痴边地恶众生时，心无疲厌，是名菩萨不可思议。第十呢，就是菩萨所爱众物，能以施人。十一是具足烦恼，能忍恶事。十二呢，是离坏之众，能令和合。十三是临终见恶，说法转之。然后第十四种呢，就是富有三世不可思议，这个呢是第十四种啊。第四十面的第二段，富有三世不可思议呢，这个是第十五种。这样子呢，是我们说啊，众生若能作如是事啊，当知是人即亦菩萨也。这个呢，就是真正的十亿菩萨。好了，我们明天开始呢，就会继续那个讲解，讲得比较快哈。明天开始呢，就上午、下午呢都会讲。